部事部体干班。司令、各位长官、各位嘉宾，大家好。现在场上准备操演的队伍为步兵训练指挥部138期体能干部训练班，简称体干班。体干班原为战技班，民国56年于台北林口成立，58年纳入步兵训练指挥部。训练课程以刺枪术、综合格斗及举拳道等战技课程，结训后主要负责部队体能战技训测重责。另外场上更有几位头版黄丝巾的集训学员。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体干班学员所带来的刺枪术综合演练。出发集训。目前训练所持枪械为 T91 模拟枪，重量轻，枪身短，一块打慢，杀伤力特强，可见质的突袭作用。首先操作第一个技术是基本式，不是延续动作，还是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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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以远刺、近击、顺势砍，展现刺枪术气、刀、底的特性。延续动作，开始。第三个进度是进退闪转式。动作是借由不防变化及闪身反御。结合突刺动作，延续攻击，延续动作，开始。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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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续操作的动作是第一交袭式。交袭是借由教官步入空隙，诱导学者抢窥空隙。利用各种方式实施突刺。教官就上，延续动作，开始。杀杀杀杀杀杀，叫开始。杀杀杀杀杀杀，叫教官离开。接下来的进度为突击攻防法，主要训练学者与攻防之间善于使用横击、上击及砍劈动作。推解动作，开始。还是模拟两军弹尽粮绝的状况下进行最后的白刃战斗。首先所操作动作为一对一，单兵冲锋。
红军。参龙，也请各位来宾再次给我们提杆献儿，精湛的演。